各位 UFC 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综合格斗选手王冠，非常的荣幸签约世界顶级赛事 UFC。我知道在这个擂台上的每个对手都非常强大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会在这个擂台上面刷新自己最好的战绩，站在这个擂台上为全世界展示中国力量。我希望我的首秀会在新加坡，我会在这个擂台上让全世界看到东北虎，看到我的力量。再次感谢 UFC 对我的认可，希望粉丝朋友们能继续支持我，我是东北虎王冠。